镜秀换成恋爱二开播后，收获大批观众喜爱，也捧红了出演节目的嘉宾们。其中一对成功牵手的情侣海恩贤奎至今仍稳定交往中，也不时透过社群分享日常生活。日前海恩透过现实动态更新了两张照片，从背景以及他手上拿着的台湾啤酒来看，似乎间接透露他和男友趁着中秋节假期来到台湾游玩。随后海恩发文晒出一系列美照，且打卡地点是台北，证实了他真的身在台湾。此外也有网友在 Dcard 上发文表示海恩贤奎来到台湾，接着留言区网友透露在士林夜市看到海恩正在拍影片，也有人透露在101遇见小两口，甚至还成功握到手，贴文引发热烈讨论，不少粉丝都激动直呼我也好想巧遇他们，见证两人甜蜜的爱。